今天要去给小侄女送六一儿童节礼物了，一起来看看都有啥吧。这一箱鼹鼠棒就是我前阵子玩的才艺师，又买了一盒同款送给小侄女，她就可以自己做公主裙啦。这一箱是云朵粘土，各个颜色都有。两套漂绿瓶拼图，这个太空兔的好可爱。另一个是萌萌卡糖，拼好就是酱子的。这个衣架锅卡不知道你们觉着咋样，我感觉锅卡技术日益见长嘛。这一串章鱼是个记号笔，每个脑袋都是对应它们的颜色，可爱又好用。两个流体熊，五个我用奶油胶做的小挂件，这样看好可爱呀。还有10个我做的奶油胶发夹，每个都好萌，有木有？两张钻石画，一些咕卡贴纸，钻石贴，猫咪指甲画，手链，这么多少女心的礼物，希望小侄女喜欢，也祝我的大可爱和小可爱们节日快乐呀。